王心凌今年迎来了出道20周年，下个月也将展开巡演。日前她在社群发文透露，自己在8月份总共有56个行程，包括到不同城市演出、演唱会、会议、练舞、练团、体能训练、运动等，日子过得十分忙碌。此外，她也透露前2天终于安排时间去做了必须要做的功能性内视镜鼻窦手术。她不忘安慰粉丝们，表示手术很顺利，目前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，大家不需要太担心。王心凌开心的表示，新专辑即将发行，演唱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，一想到能够和粉丝们见面就觉得动力满满。他坦言的感觉还有很多关卡要过，但闯关的过程既幸福又快乐，已经准备好要面对紧凑刺激的每一天，乐观的态度获得粉丝们大赞。